芝芝呢？来了。我问你，芝芝呢？为什么你总是觉得我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？你不是也一样伤害了我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，还有芝芝。那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？你还记得你刚开美容院的那年吗？你还记得你安排我做什么吗？你让我做接待。那会儿，后来你怀孕，我辞掉工作，去帮你看店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你就跟我说，你一个男的，老是待在美容院里不合适，你就一脚又把我踹回了家里。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的。你家底好，一两年不工作没事儿。我呢，我消失个一两年，谁还认识我？这些年，你一直觉得我不够好，你有想过我有这个机会吗？刚结婚那会儿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你性格好，体贴，又有耐心，对自己最爱的人肆无忌惮，人不都这样吗？如果我们能彼此再坦诚一点，如果我能问问你是怎么想的，我们会不会不一样？不知道。但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。带我去找芝芝吧。余泽凯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让他少受点苦。苏总，对不住了。芝芝，对不起。芝芝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云薇，再见了。对不起，芝芝。芝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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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芝芝，芝芝，爸爸，好。
雨宁，你怎么？没事吧？没事。陈昭发信息了。家里没人吗？我妈去亲戚家了。惊喜没有了，这个是给妈妈的吗？嗯，画的真好，谢谢宝贝，妈妈很喜欢。要喝点吗？还是舍不得。你该不会觉得我会感谢你吧？现在财产归你了，女儿也归你了，你不该恨我，不是吗？等一下，芝芝的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不想再说了。
你吧，芝芝。你是又醒过来了是吗？死了你妈妈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芝芝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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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芝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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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急，别急，我女儿不见了，你叫我别急。她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会不见呢？一定在这儿呢。昨天你在芝芝房间干什么？你把芝芝怎么了？之前你就不喜欢他，芝芝摔伤那天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说呀！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天他就那么冲出来，我想去拉住他的，我又拉住他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真是你，还真是你。不是，不是我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芝芝在哪儿？芝芝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芝芝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芝芝在哪儿？余泽楷。宁，宁是已经死了是吗？邵小姐，又见面了。你好点了吗？你是？我叫米佳。
陈胜是我的前男友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着陈胜。是你？所以那个视频也是你换的？是我。为什么？遇到这些事情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？我也做不到。不过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。可以了，先生。他在酒店一住就是几个月，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了，就像两座山头上的牧羊人，尽管没有交谈，但总能彼此看到。先生，你要的毛巾。等等，能陪我说会话吗？那天他说了关于他和邵云薇的一切，这位同学，请问我可以来贵公司实习吗？就一眼陈诚就喜欢上他了，可他的野心是要做林太太，陈诚就是他的垫脚石。我以为我可以让他放下。那我换衣服先去上班了。嗯。但我不能。当我发现你和陈诚有往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跟邵云薇一样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你跟我一样。是。所以昨晚是你们俩。是。芝芝呢？芝芝已经在医院了。那陈诚呢？陈诚？陈诚呢？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陈诚没事，陈诚自首了，他没事。赵云薇，你别再错下去了。